透过画作体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。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度众生，透过画作体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。妈祖他就是救苦救难，闻声救苦，他跟观世音菩萨是一样的，因为他出生在海岛，所以他对他的乡民，他的这些 捕鱼的同胞，就是沿海的这些同胞，他都发生过很多很多的神迹，然后来救助他们。他是一个法力无边，然后大慈大悲的一个化身，所以我们华人非常敬仰，非常崇拜，这是我们妈祖哈。妈祖文化在台湾、在大陆哈，都是非常拥有非常多的信徒跟信众哈。他一直保佑我们两岸的人民哈，能够安居乐业哈，能够快乐的生活。台湾民间信仰的妈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观觉艺术宗师夏坤奇老师以妈祖的画像表现，最主要是要告诉世人应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大爱。十方新闻黄慧如、黄凯杰高雄采访报道。